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会寻机报复。给刘邓徐敲警钟。嗯，报告，幺二九师缴获了敌人的重要情报。 老总，哎，你看这份情报，幺二九师翻译的很详细啊，说明他们对此已经非常警觉。这儿，4月上旬有大行动。4月上旬有大行动，什么大行动？攻打潼关，还是对我们总部采取行动？两种可能都有。 一定要搞清敌人的计划和意图。我看，立即多派侦察员观察敌人的新动向。好。为了有效地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，针对日军的九路围攻，刘伯承、邓小平、徐向前决定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分兵发动群众，集中以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。 集中太行山地区的幺二九师主力幺幺五师三四四旅，以及决死一三纵队的优势兵力，将这次行动的精锐主力日军108师团的善米地旅团定为重点打击目标，寻机将其重创。哎，左权同志，你这是不是想回去了？要和日寇鏖战到底啊？ 日寇要是知道你摆这个架子，准会害怕。彭总啊，这是咱们的工作铺、值班铺、轮换铺，你现在要是困了，可以到这儿来休息啊。嗯，想的挺周到，可是啊，我睡不着。报告，幺二九师报来的反围攻方案。 够及时的。西路日军可是一支劲旅啊，是由善米地指挥，他们不但兵精人重，装备精良，还配有炮兵和骑兵。嗯，刘邓奇提出来，专打善米地。 这个凶狠毒辣，刚愎自用的家伙，太好了。那就让陈赓会会他。现在啊，三个情报：一，缴获的日军嘉信中说，4月份有大行动，这是时间；二，一张作战地图，9个箭头，标明了日军的番号，这是兵力部署；第三，几十架飞机待命，这是行动啊。 部长，第二战区来了份紧急电文，说日军又组织了3万余众，兵分九路，围攻太行山区。这一地区的主力部队是？是八路军的幺二九师和曾万忠的第三军。必须要让他们全力配合我军阻止日军，电令朱德指挥东路军，要给日军一沉重打击。委员长的意思是？ 让八路军的幺二九师首当其冲。刘伯承是个谙熟游击战的军事专家，在太行山区，日军是奈何不了他的。要让他们全力的阻挡日军进攻，以减轻我们徐州会战的压力。总之，就是不能再让日军从华北调兵增援徐州和武汉。快去办吧。 委员长，共产党的军队在山西已不止八路军的3个师，还有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
也在不断地扩大地盘，扩充军队，比他们在陕安宁的时候强大多了。我担心虎子不除，长成会占山，养成会吃人的时候，可就不好办了。别再说了，这些我清楚得很，可当务之急是要阻止和消灭日军，一切围绕徐州会战，一切服从于徐州会战，还不明白吗？日军九路围攻太行山区，妄图一举消灭八路军129师主力。蒋介石为了保证徐州会战胜利，命令在太行山的国民党部队全力配合八路军，但是国民党部队为了各自利益望风而逃，日军在129师的有力打击下，九路围攻被粉碎。藏着八路军的大部队，他们知道我们要经过这里，才让老百姓撤离。马上向武乡县城进发。报告，报告旅团长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这里一定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，他们一定躲在山里。给我烧掉老百姓的房屋，等八路军出来救火的时候，就彻底消灭他们。是。高明，旅团长发明的拖刀计，专门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。我就不信他们不出来。第十步，看来你有八路，到襄垣去找。我就不信八路军能钻到地缝里。报告，前面道路被截断，我们无法通行。八路要在这里围攻我们，这个地方太小了，他们设计了包围圈，赶快把道路修好，快，我们要离开这里，抓紧。是，马上走，部队撤离，快。喂，十步吗？敌人在烧武乡县城，我们怎么办？刘师长，徐副师长，陈刚在追击单米地旅团，单米地正在烧武乡县城，道路被我们截断了，他们困在了武乡县城。陈刚来电问要不要打。命令陈刚与日军保持距离，等邓政委部下的猫盘老鼠法发挥了效力再打。单米地这个战争狂啊，急于寻找我主力，又使出他的拖刀计引诱我们上钩，哼，我们才不上他这个当。看来是邓政委的坚壁清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，敌人以为我们在那里会包围他们，他们就会产生错觉，而我们恰恰又不与他们接战，这样他们就会放松警惕，而且敌人一路走还有一路修路，这样就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疲劳。
对付单米蒂啊，是得动动脑筋。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其他六路围攻是否完全被挫，特别是国民党的队伍能否听从朱德总司令这个东路军总指挥的调度。报告，总部急件。啊，总部首长派115师689团来支援我们。好啊，六八九团一到，消灭单米蒂就增加了几分把握。告诉陈刚，让他大胆的打。嗯，他们能不能按时赶到，很难预料。如果地形有利，应当马上接击日军。是。那咱们就等等看，再向大部队靠近。好。把这个发出去。参谋，到！快那边的！密令师直属队帮助老乡救火。是。我，小心安全。这里也有空罐头盒啊！单米蒂3000多人，空罐头盒可不多，他不会背着空罐头盒赶路吧？表明啊。他们吃的东西不多了，看来敌人是空着肚子在跑路啊！这回就等着让他们吃陈庚的枪子吧。报告。嗯。二位首长，陈庚来电说找到了打击敌人的好地方，在长乐村。这个地方两边是高山，中间是浊漳河，有利于咱们部队展开。好啊！命令陈庚，率部火速赶到长乐村，截住敌人。是。命令部队加速前进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是。陈刚，你们追上鬼子了吗？追上了，师长。我们是见着鬼子就打，还是截住打？追上就打，一定要将其截成两段，你们打前半段，后半段留给后续部队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运动到敌人中间的左侧了，要选择好有利地形，隐蔽接敌，不要过早地暴露自己的作战意图。等六八九团赶到，一起向敌人开火。是，师长，你放心吧。马上联系六八九团，命令他们急行军。旅长，都准备好了。嗯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命令叶承欢，部队往前赶，打敌人前部；徐申吉打中间，赶上来的部队打后边。赶到前面的雪山头。站在上面隐蔽好，准备接敌。是。大家听我命令，跟我一起向山上转移，快，快，快！喂，喂，六八九团，六八九团，六八九团。怎么回事？报告，可能是电话线断了。师长，电话现在打不通，用快马联系。是。师长，这样是非常危险的，我马上组织师直属队赶到阵地支援陈庚。一定要拖住敌人啊。嗯。
都快点跟上。陈旅长电话。哦，师长吗？啊，我陈庚。我发现河对岸有一大批日军在行进，我猜是单米蒂这只老狐狸想兵分两路夹击我们。陈庚，跟着你的只是总兵力的一半，你有没有信心打赢？有771团和772团在，我就有信心。您放心，我有办法等待你们的到来。我要的就是你这股子劲头，机不可失，只要地形有利就迎头痛击敌人，使其首尾不能相顾。放心吧，师长，现在这个地形对我军有利。好，你马上部署战斗，我让后续部队马上赶到投入战斗，师直属队也归你指挥。师直属队，咱们的后续部队呢？不要问了，现在只有这些。你必须坚定必胜的信心，灵活指挥，绝不能贻误战机。周星汉，周星汉，来，地图。立刻命令771团，一营从田庄向邢庄进行突击，二营从崔庄向孝庄进行突击。好，一定要记住隐蔽前进。赶在日军大部队到来之前，占领河北岸的制高点，命令771团还有772团三营，在他们占领王家脑和窑头等制高点以后，迅速追击敌人，继续攻击。告诉程焕，不要等到敌人的部队拿好了武器，制好了炮再打，那时候就没有肉吃了。快去。嗯。哎，等等，把秦虎顾叫来。营长，秦虎，我让你们营以下的军官都能看懂地图，现在会看了吧？哎，来，你看，戴家脑，啊，你现在带10连，立刻赶到戴家脑，在那里阻击回援的敌人。嗯，但是啊，我要跟你提前声明，这次你们要阻击的敌人比10连人数多10倍，你们要坚守戴家脑阵地。根据目前的战况，我决定派你去带队，有信心吗？还是那句话，人在，阵地在，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。报告，先头部队遭到八路军伏击。出击！各小队出击！报告，1150689团奉命赶到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可等到你们来了啊！来来，你看啊，看到对面那个小山包了吧？嗯，日军的军官单米蒂就在那个山包上，你带领部队向那边冲。是，同志们，跟我上！
不愧是英雄团，有股子劲儿。报告，我警戒部队报告，从辽县涉县方向来了敌人援军。有多少人？辽县方向大约有1000多人，涉县方向不足1000人。知道了。是。我们的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是否命令陈庚退出战斗，马上转移？敌人援军一到，麻烦就会更大，退出战斗是上策。继续战斗已无取胜的把握，应巩固已有的成果，让陈庚退出战斗。接陈庚。是，师长。师长。陈庚啊，辽县、涉县都来了敌人的援军，你们马上撤出战斗。撤出战斗？师长，单米地我还没抓着呢。执行命令。是。单米地这个老小子，又让他跑了。走走快，大家跟上了，快点快点。怎么回事？师长，772团团长叶成焕在撤退途中被敌人击中了，现在已经牺牲了。你才25岁呀。九路围攻计划惨遭失败。我问你们，他们这次打的是游击战吗？是我们才骄纵。山米弟，你得了天皇的勋章，却不尽力为天皇效力，你的部队被八路军打得7零8落，损失最大，你说怎么办？我甘愿受到制裁。如果中国军队相互配合作战，如果他们要从盘龙镇出击，你的部队就会全军覆没，你恐怕也回不来了吧。是，只要司令官容许，我愿与八路军决一死战。今天的会议不是战役总结会，也不处罚战败者，是战略调整会议。中国军队要在徐州与我军决战，我们兵力不足，要调兵参战。参加徐州会战，那太行山怎么办？暂时放弃对国民党的战略进攻，主要的兵力以进攻八路军为主，一方面要进行大规模的轮番扫荡，一方面要挑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，收买亲近我们的人为我所用，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。是。
老乡亲们，各位取得胜利的勇士们，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祝捷大会，庆祝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胜利。这次胜利是全民抗战、团结抗战的结果，同时也说明了尽管日本侵略者猖狂一时，但并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共同对敌，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！队长，什么事儿啊？报告严长官，旅长江玉生的女儿，镇中日报的记者江君玉，在临汾被日军给抓住了。江夫人也被日军给杀害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事有什么后果吗？后果有三：第一，社会各界反应极大，强烈要求营救；第二，军中会有些议论说，禁军军官连家小都保护不了，那还干什么；第三，日本人会拿江君玉做典型，大肆宣传，对抗战不利。最重要的是，江旅长的旧部也会积极营救。你也是江玉生的旧部，你说说有什么办法吗？会长您看，这是江君玉写的一篇报道，是不是拿他来换江君玉？这个山口秀丽子现在在哪儿呢？在第六专署。这事儿你去办。是。富贵啊，富贵儿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你快拿个主意吧。你看咱们家这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被抓的被抓，以后咱可怎么过呀？要不是你给太太送终，我看连个料理后事的人都没了。要不然这样，你们在家等着，我设法救小姐。这兵荒马乱的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小姐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上哪儿找你去啊？进来，去吧。江小姐，啊，你好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你又是记者，现在这个局面你应该清楚吧？中国人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也配做中国人？你就是日军的一条狗。江小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现在保命要紧，听我一句劝。和大日本皇军合作，你还是有用武之地的。我就是死，也不会做汉奸。
将军。山口秀里子有消息没有？将军阁下，他们防守得很严密，山口秀里子不知道关在哪里。我们只找到了一张《震中日报》上刊登了山口秀里子的照片，还有一篇文章。文章说，山口秀里子已经被他们劝下。这篇文章不就是我们俘虏来的记者江君玉写的吗？回去后，你们也写一篇类似的文章，宣传到中国军队那边，一定要写上他是对抗大日本帝国所牺牲的中国军官江玉生的女儿。哦，还要替他写一个声明，登在我们的报上。是。哎，等等，那个女记者江君玉关在哪里？怎么样啊？她宁死不开口，开口就骂人。现在我们准备有各种酷刑迫使他屈服。不，不，这个人非常有用。如果他能够投靠我们，可以在舆论上争取中国的抗日分子。我看他没多大用处，不如把他与山口秀里子换过来算了。一个记者换一个军机？山口秀里子不是一般的军机，他是专门伺候将军的。军医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已经交换完了，现在关在霍县司令部的警备室里。等我们到了，把他送到我这儿来。是。这到哪儿？啊，赵主席，快到极限了，马上就可以看到黄河了。黄河？哎，哎呀，过了黄河，我这个山西的主席就不是主席了，不是咱们的地盘。我是山西人的主席。事到如今呢，真没想到，我也成了逃难避难的主了。赵主席，择地而后生嘛。要不是百川再三劝我，我才不离开山西呢。哼，是。
山西是我们的根，我们的命啊。你说的对啊，所以我舍不得走啊。救你的，我白天就潜进来了。刚才啊，我干掉了几个守卫，现在没有人，你赶紧跟我走啊。富贵，我娘呢？你娘那天让我出去找部队搬救兵，等我找到部队赶回来，你娘和全家人都被鬼子杀害了。小姐，你别难过，小姐。小姐，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，一会儿就天亮了，趁天还没有亮，咱们赶紧走啊！去哪儿？去哪儿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咱们先走出去再说。好，走。好，来，小姐，走。我跑不动了，先歇会儿，小姐，来，坐会儿。怎么样，小姐？咱们下面上哪儿去啊？上哪儿去？我报社的工作回不去了。我家被日本人占领了，我娘又被日本人杀害了，我能去哪儿？要不这样，咱们找部队去。我们找八路军去。八路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是国民党军官，你是国民党报社的记者，咱们俩去找八路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不行。怎么不行？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，国难当头，只要我们一心抗日，八路军一定会收我们的。我还认识他们的人，我认识朱总司令，我还认识陈赓旅长，我刚采访过他。哎呀，不行，古训说一仆不是二主，我是国民党军官，我不能脱离国民党，投奔共产党，不行。富贵，我爹没有看错你，他把整个家都托付给你，就是因为你忠义。你说的没错，感谢你为我们家做的一切，感谢你冒死来救我。你不去，那就我一个人去。哎，小姐。我既然答应了师长要保护好你，那就不管你去哪儿，我就跟你去哪儿。太好了，你身手好，枪法也好，到了那里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。走，八路军在太行山上，我们上太行山去。走，走，找八路军去。走。走。雪染太行山上，心
师部决定抽调六个连的兵力，成立东进纵队，去平原开辟根据地。说好的合作，你看我一到这儿，枪啊炮的对着我，这样以后要是发生什么情况，我们就兵戎相见吧。根英同志，哎呀，欢迎欢迎啊，欢迎欢迎啊。根英呢？走了，去济南了。啊，你们没见面吗？没有啊，我下部队。